先把它放在后面，在这里，再把，不是没多少，不用，没多花。要让它除，才多两只。对，我觉得我建议你这次过来这边。 它会比较能够有彼此呼应的效果出来。我们今天是做壁挂式的作品，那同学就自己从素材的寻找，一直到架构，还有空间布局，还有固定，它怎么去组合的一种设计概念的练习。那寻找自己身边的花材，东西都可以拿来做花器。对对，有的同学发想的很好啊，有的就是布啦，还有盘子啦。 还有有的同学用纸盒子啊，对对对，刚刚还有一个壁饰，那有的是把画框做成一点罐这样子，那它如果很多个串联在一起，就形成一个很大的装置艺术。是，对对，所以每个人会玩花艺的概念，就会做得很高兴。它就会比较有营养。 你看哦，像这样子颜色刚好，这里也可以有出的花出来，这里也可以花出来，所以你只要用水，就是去点它，而且固定。